来雄安的网红打卡地跑步是什么感受？运动公园对我来说特别有感情，也是在我来了以后参与运营管理建设的一个公园。这个公园呢，园林绿化呀，本着一个高大密后采一个原则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。我在来挂职之前，在北京已经跑了得有七八年，爱好长跑。在新区的节奏非常快，如果第二天早上啊没有特别紧急很早的会啊，我就会基本上来这里跑到几公里。